好，明天天气如何？要带你来看到山海气象。好，先看到屏东的狮子牡丹满洲，低温20度，高温来到32度，降雨几率都是偏低的。太武来一圈日，低温18度，高温有31度，3到4成的降雨机会。三地门乌台马家，低温16度，高温31度，也都是4成的降雨机会。高雄的桃园那玛夏茂林，低温11度，高温30度，3到5成降雨机会。嘉义阿里山11到28度，有5成的降雨机会。南投仁爱鱼池水里信义，低温10度，高温有28度。好，继续看到台中和平13到28度。苗栗南庄师坛泰安，低温15度，高温有26度，降雨几率也都偏低。新竹的关西尖树峰，低温12度，高温有25度。新北乌来桃园复兴，低温15度，高温24度，3到5成降雨机会。宜兰的大同南澳，低温14度，高温27度，都有5成降雨机会。花莲的新城花莲市吉安，低温23，高温28度，3成降雨机会。秀林万荣15到27度，3到4成降雨机会。寿丰丰滨20到28度，也有3成降雨机会。凤林光复瑞穗20到28度，也都是3成降雨机会。卓溪玉里富里低温9度，高温有28度，3到5成降雨机会。台东的长滨成功东河低温22度，高温30度，降雨机会最高有3成。池上关山海端延平低温12度，高温来到29度。鹿野台东市卑南低温19，高温有30度。太茂里大武金峰达人低温17度，高温也是有30度。兰屿地区23到29度，2成的降雨机会。外岛地区低温21度，高温有28度。